扬声大师希拉里昂信息。关于个人的觉醒过程无人能取代。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挚爱的亲人们，由于在你个人的生活中许多的问题正处于不断完成的过程，就要明白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让你最终从一直把你紧紧抓住的沉重密度中获得自由。这曾经是你们许多人已选择承担的课题，体验这些更为低频率的震动，作为一种更为快速清理进化人类集体意识领域能量的方式，它此刻还围绕着地球。作为最重要的部分，这些领域都已经被清理进化，现在它能够更轻松地让沉睡的灵魂觉醒。就他们不断浮现的个人问题来说，开始去处理和面对，因为这股能量在不断增加其幅度和强度。这些已经由你所完成的课题，此刻就正被那些大众群体所惊艳着，但是除却了那些世代以来阻碍他们进化的累积的稠密能量的妨碍，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总是维持你与高我和灵性指导者的高频连接，避免被拉入到个人和集体戏码的缠绕状态中。这些情形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你们的任务是停留在内心的根植状态，创造并持有一种全新实相的观点，它是为了所有人更高的利益。请明白，这可能是一个复杂棘手的过程，因为那些你深爱和关心的人将要经历他们自己的觉醒成长过程，这就有可能会在你希望帮助他们的时候影响你自我的平衡。请尽你最大的可能赋权于他们，同时明白他们必须独自完成自己要去经历的课程。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们行走他们自己已选择的道路。你才是在这段时期成为世界之光的人，继续的培养和照顾你自己就是如此的重要。同时，能量激活的下载也在不断的继续着，请尽可能的多休息，这是为了带着更多的轻松和恩典去同化和吸收这些能量，所以你要在每日的训导中维持自己个人能量领域的强健和健康。深深明白的同时，也描绘出你自己就是一位光之存有，一座连接着天堂和地球的彩虹桥，一位爱的管道，带把爱的丰盛和天堂的欢乐带给地球。请因为扮演着这份角色尊重你自己，且坚定不移。你们的道路现在变得更加的轻松，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正意愿着肩负起更伟大的责任，因为这一切正在围绕着他们的世界中发生着。这无处不在的转变就是这段时期的推动力，而这需要在社会内部发生的改变。所有曾经在过去被接受为正常的错误观点，都不再作为一种曾经被给予的情况被接受。因为此刻一切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人类也当然必须要变得更有适应性，且拥有更多的可塑性。他们必须深深地发掘内在，从而发现他们自己与伟大源头的连接，而且由于转变的发生，这些都会被完成。他们会明白在这个世界物欲上的获得曾经也不是他们来到这颗星球的目标，从而让那些已脱离他们控制的事物迅速地消失。而真正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拥有了彼此之间的和谐连接。请继续坚定地站在你的光中，同时与你们的星球保持根植，因为你是展示前方道路的先锋者。只有依赖于你自己与伟大源头取得的连接，才是真正可靠的。请成为一位平静的观察者，去看待进入你生活中的所有可能性，
这样你就能够在未知的情形之中游刃有余。请知晓你自己，因为这是对每件事物的关键。你，也只有你，持有着这把你内在王国的金钥匙。我是希拉里昂 Hila Rya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